铁门，摆好招牌，按下开关，准备开始煮茶。这是吴东柳现在的一天日常。手臂上醒目的刺青给人难以亲近的第一印象，只不过曾经拿枪拿刀的手现在变成了煮茶摇茶，而谈话间仍是不改浓浓的江湖味，但说的内容大多变成他努力钻研的茶叶。这都是台湾，这种台湾的茶米我没用，不捌用那个材料的，这台湾的茶米哦就是不一样，那拼起来味道一定都不一样，然后每一支茶吼，伊烘焙程度无同，你知道？年轻时因为犯下多起暴力犯罪案件入监服刑，出狱后痛改前非，之后选在一中街开手摇茶饮店落脚生根，但要转换跑道谈何容易？从研发到找材料，差不多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以前我够开别人打，我就开始研究这物件时，我拢定定。从透早入去，甲隔两工透早才有出来，你知道？啊，去研究这物件，我感觉讲，我家己啉起来，你知道？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才会想去卖给客人。我家己买你的物件，我买不给人客。没有看天膜上它怎么冷却？春夏秋冬温度都不一样啊。啊，你夏天冲了跟冬天冲了又不一样。开店用的茶，吴东柳也细心讲究，选用台湾茶叶，成本比别人高出两到三成。为了要求品质稳定，特别进口一台煮茶机，先将茶叶高压冲泡，再迅速用冰块冰镇，避免发酵。开店可不是说说而已，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宝贝女儿爱喝茶，想让她喝到最健康的茶饮。有尾后看查某囝做爱啉茶米的，我咧泡茶，伊拢爱啉茶米啊。我想讲啊，无规气来开一间饮料店，然后啊就开始家己去研究，家己去找原料，无人教，我家己去研究去研究，啊研究这物件出来，啊我都用台湾红甘蔗糖去做那个台糖认定的那种比较养生，比较对那个什么客户有没有啊，人客比较较有健康的观念，较养生。他其实会用心制作很多比较不一样的口味，然后他的就算是同样的，就是同样的茶款，说名称一样，可是其实也会，我有感受到比外面的还要好喝啦，就是真的来喝他就知道那感觉了。因为我来这家店会点的就是挂杯，因为他的布丁的挂杯不甜不腻，非常好喝。这家饮料特别的好喝，用料还蛮实在的，对啊，很多很创新的饮料。对啊，值得来喝一次啊，所以我常常来买。哦，这里饮料很好喝，都是他们的果汁都现做的，所以我都会来这里买。万事起头难，开设手摇茶饮店，赚钱速度不像过去容易。吴东柳坦言曾经挣扎，但最后家庭成为他最甜蜜的负担。不只为了宝贝女儿开店，也在太太劝说下，一起加入公益行列。桌上一张张的感谢状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无偿提供一中店面作为彰化喜乐保育院公益水饺寄卖店，希望帮身心障碍者多一个行销管道，也挹注院方的拮据经费。他的生命的经历，其实当时我听了之后会让我们害怕，因为人家干活郎，但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是很激励人的。那他现在又成为能够祝福很多漫飞天使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这种的生命，我感觉我真感谢。我们看了很感动，然后我们店这边店家就提供了场地，然后义卖账让他们可以有收入，然后让他们可以让不会造成社会的负担啊，所以我讲一句话较实在话，咱艰苦，阁有人比咱较艰苦。啊，阮加减做，有法度做，阮就尽量做，啊来影响大家吼，啊有即个心来对社会有贡献的呢。我用有做偌济啊，就尽我的力量去做啊。我跟他说，我们就号召嘛，反正我们有店了嘛，我们就号召要一起共襄盛举的，大家一起来。所以我就跟他讲，你不用去想别人怎么想。他的事情，也有人跟我们说，哦，你们一定很有钱呐，要不然为什么你们这样子一直在做善事？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啊，我今天我只是一个号召者，我不想功不想得，我只觉得说，想让大家知道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忙的，你们可以帮忙他们。
点香虔诚参拜，信奉玄天上帝是吴东流转念的第二关键。说话始终带着一股刚欧愧靠的他，几经生死关头后大彻大悟，想用自己的力量拉一把曾经跟他一样在人生方向迷失的年轻人。过去贪玩夜不归宿的千羽，在吴东柳劝说下来到店里打工，慢慢走回正途。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嘛，所以就是遇到经历到的事情都会不一样，所以就变成就是把它想成是他的一段过程，这样就好了。他可能讲这些，但有时候他也是会讲一些，可能他会跟你说，哦，你在出社会之后，在就是遇到的人啊，怎么去看人啊，不是说什么对你好的人就是好人之类的话。之前都不回家，然后不去上学，然后就中辍，然后就让家里的人很担心。我在这边工作差不多两个月，然后这种歌的印象就是很可怕吧，因为他全身都是刺青。实际相处之后就觉得他人很好，超好的，就是很好商量，就是如果有什么事就可以跟他讲，然后他也会尽量帮忙。看到他的人就觉得他看起来很凶啊，对，很可怕。然后但是相处起来就觉得不会，很有趣，就不像外面的老板看起来很严格这样子啊。对啊，咱少年嘛是无好过啊，对，大家拢会安尼做放荡的啊，对啊。你咱哦小可，咱观念有较导正的时阵，咱嘛希望讲去救旁边的人，对哦。看讲从咱安尼行这的路无。拳是吴东柳抒发压力的一种方式，开过征信社、酒店，做过暴力讨债，走过人生好长一大段，才决定回头是岸。拍摄这天恰好收到法院寄来的通讯监察结束通知书，宣告监听结束。走过年少放荡岁月，如今浪子回头，帮助弱势，努力展开平稳踏实的第二人生。所谓浪子回头，就是你会去选择有些事情该做不该做，有些人该继续交陪不该交陪，还是点头之交，要去选择，那个叫做浪子回头。